大家好，我是巫琪。巫启贤的歌曲我们从小听到大，可是我们没有听过巫启贤的歌把它串成一个音乐舞台剧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相信你们会很有兴趣来听来看这部舞台剧。那本身呢是这部舞台剧的音乐总监赏个脸，在7月24号到8月3号请到 Drama Center 观看这部唯一舞台剧。